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的手机里养几只漂亮的蝴蝶，让它翩翩起舞，就像这样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？如何操作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需要打开蝴蝶恶作剧，打开之后我们直接点击设置，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显示时间，我们选择立即显示，可以选择蝴蝶的数量，有4只、6只、8只以及10只，我们选择6只，然后返回，直接点击开始蝴蝶恶作剧。这样的话蝴蝶就会翩翩起舞的飞起来。我们打开相关的软件，它也不会消失，非常的漂亮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再见。